7:20，早安气象时间提醒您，秋装跟薄外套又拿出来了，因为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。详细的天气资讯要来请教宜伦，哪些地方会比较有感，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降雨状况呢？把时间交给你。当然，东北季风首要的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北台湾了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风场预报呢，这几天呢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而且一波一波来影响北台湾。这几天的早上呢，相信大家出门的时候感受就很明显了，因为温度会稍稍下降一些，而且迎风面呢也会开始雨比较多一点。虽然目前在遥远的海面上有 TD23 来形成，但是我们并不会受到它的影响。未来的这一周呢，最主要通通都是受到东北季风，而且可以看到呢，今天的雨量预测图呢，一直到周三的时候呢，气象署都是针对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。这里的雨势会稍稍比较多一些，因为周一到周三的清晨水气是比较丰沛一点点的，但是可以看到呢，在中南部的山区也是会有一些雨势下下来，就是因为会有午后雷阵雨，所以要提醒大家这几天的雨势还是会持续下，所以外出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。而这样的水气呢，预计要到周四之后才会慢慢的减缓一点点，但是在迎风面还是会有一些水气，因为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会到周六哦，所以要提醒大家，未来的这一周，其实北台湾的温度都会稍稍下降。而周四呢，就是刚刚所看到的国庆日这一天的天气又会是如何呢？其实这一天水气稍稍减少了，所以天气形态呢，府前的活动呢都是多云到晴的，高温有可能来到29度，但是白天出门的时候呢，提醒大家还是要加一件薄外套。而且晚上到湖尾来观赏烟火秀的话呢，天气也是蛮好的，但是呢，温度的话呢，夜间温度会大约是24到27度，所以要提醒大家。而回过头来，我们今天外头的天气刚刚有说到了，因为东北季风预计晚间之后呢就会影响蛮明显的，因此北台湾再一次提醒大家，雨势有可能来到大雨等级。而中南部地区呢，就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，而且持续到周二都是这样的天气形态。而在温度上呢，接下来几天东北季风一波一波的影响之下呢，从周一一直到周五，尤其周五的清晨，特别提醒北台湾的观众朋友，这一天呢温度清晨有可能落到22度左右。而在中南部地区呢，依旧是维持比较温暖一点点的天气形态，因为这一波东北季风并没有那么强，顶多就是影响到北台湾的天气。而另外呢，要提醒大家，是因为东北季风来影响之下呢，沿海地区的风浪甚至阵风有可能会稍稍比较大一点，因为最大阵风呢有可能来到8到9级，所以这几天呢，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，有一些海上活动可能要持续来进行当中，所以要提醒在沿海地区的观众朋友，有一些海上活动的话呢，都要特别留意，有一些比较浪比较高的情况，或者是较大的强阵风。所以未来这一周再一次提醒大家，薄的长外套可能要拿出来备用了，因为东北季风就要来影响台湾。以上这一节的强资讯。